好吧，就这样。来转过来，马上有好吃的了。抱抱抱，好不好？现在是越，现在是没办法，越来越有性格。之前有看到那个甜心用 TFBOYS 的哥哥能活叫，好像甜心一直在看着王源哥哥，所以他三哥是比较喜欢王源的。我手机里有一段对话，我跟王源的，亮哥，咱家甜心老是给我发短信，还问我要，还不停的给我发视频，说想见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说，你是第一个，是就是来跟我透露甜心喜欢的小男孩里跟我来说这个事儿的人。然后我说，那你就跟他那个见面呗。他说我不好意思。然后对，然后甜心老是能翻出来就是那个王源哥哥的头像，跟他去要跟他视频的。喜不喜欢王源哥哥？是大山。喜欢。哎，你转过来，呀，王源哥哥、千玺哥哥还有王俊凯哥哥是不是都喜欢？大山，最喜欢谁？王源，王海哥哥，是吧？王源哥哥。啊，好。那甜心最想收到什么新年礼物啊？现在已经是新年了。小红书喜欢，还有等阿玛。那你转过来，你这样背着的话，大家都看不见你，就只能看到你不好看的小屁股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好看了。你喜欢什么？安安谁？是什么？关心你的手，谢谢。嗯，手破了，他老去上，不是老上网购，自己剁手了。我们最后一次，我们拜个年好不好？大家新年好。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。你好，正点说，正点说就完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。哎呦，看着镜头，